妹仔抢晒镜，面店麻辣酱引食客。唔好以为面店嘅山招牌一定系面，好似彩兴面店嘅麻辣酱，就吸引咗唔少食客慕名而嚟。呢、這个酱由老板自制，究竟有咩秘诀呢？啲油爆起嘅咧特别轻啲噶，如果你咁啲油未滚咧放落去咧就冇咁轻嘅。当中除咗加入辣椒粒，仲有大量花椒粉，入口辣之外，仲有强劲嘅香味，用嚟配师傅自创嘅教教面一流啊！呢个面咧，因为功夫程序太复杂，即系好多嘢，即系搅啊，又要搅啊，又要猜啊，又要落好多材料落去整啊，即系做出嘅面出咗功夫多，同埋叫佢做搅搅面。听师傅话，呢、這个面嘅灵感系嚟自蛋挞皮，猜嘅时候反复猜3至4次，变成十几层，所以口感又滑又烟韧。先试下呢一个教教面嘅汤底，先食到辣香，麻辣跟随喺后面。最欣赏嘅汤底唔似一般水煮汤底咁油腻，教教面亦有面粉香。中意辣嘅朋友仲可以点麻辣鸡火锅，同样以麻辣酱作基调，配新鲜鸡煲最野味。